来啦，哦，忘了讲 ，Hello 各位，哎，我们今天就这么临时，我也不知道要拍什么。我不知道拍什么，阿伦要叫，共荣呀，突然就开场，突然扫那个桌，突然，我们日常啊，日常竞赛啦，今天李兰姐吼即将一法，他们迁到这个大同路跟这个中华路的路口这边，哦，啊，我经过的朋友看来在这一块，他们这个展场弄得很新，很漂亮。我们等一下随便逛，今天这一集青菜好不好？我看今天突然的来，帽子也没戴，一条是大同路啦，一条是中华路啦，啊，就在这家啦。啊，大同路二段504号，吉祥一房。嗯，靠背啊！我还以为电动门啊，看我以为电动门，我来搞一波。一进来就看到这个。好喜欢啊，一进来就被这个超精致的这个神柜神厨所吸引哦，要来这种柜什么装备，看不出来很大吗？来，我拉远一点哦，这在家里采样，你不知道我喝光哦。哎，两个好喝的，但你等会讲怕怕的，那你在后边湖边这边展示的是帽子跟衣服，还有一些雕刻艺品。哎，这一顶跟我现在戴棍的好像哦，只是我们珠珠没有那么长了。哎，正中间就来一顶神轿，上面坐我们的信王公。哇，一顶轿展示在这边真的是蛮好看的哦。来，蔡家联谊会 ，Good。啊，这边他放在里面是对的，这样我们就碰不到了，碰不到就没事。好，用看着就好了。哎，阿伦，这真的可以拿起来吗？应该不会喝成胶。哎，那个不便宜。对，台风队有节大师虾仁，大师虾仁哦，纯手写，南向省一等呢，这节了凯哥蟹，哎，凯哥蟹，哇塞，哦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我不是说三太子啊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哇，这个哦，哦，太子也好可爱，先得救人了哦，看一下我那凹红的，我看会当做泛红。很凶呢，啊，这个狼狈话不？我狼狈话不？哦，开放点菜，哦，开放点菜，哦，啊，你可以点没关系，我不会理你。哎，这一对真的是吉祥哥特别推荐，这一对多强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一下他的眼睛，看出来了吗？有血丝的，而且他是蓝色的眼睛。它是红色的眼睛，看得到吗？哦，这就是他们新店的展示空间啦，光是第一次来我就可以在那边逛好久。啊，后面是他们的办公室，啊，后面他有采一个新的，预计啦，现在还是没有开光的状态。慢慢走进来，听着轻音乐，看着这几个人在拉萨。欢迎光临。哎，谢谢。要不要点一下？好，小心哦。没修过哦，没喝成交哦，壮大一点没关系，阿伦带回去。哦，不要，谢谢，太贵。有红醋，我的天，这看好重哦，好重。你看大概然后讲这尿气啊，尿气啊，这尊大家记得吧？这就是当初阿伦拍那个绑神尊那一尊。有没有拜行府千岁的朋友？哎，拜行府千岁的加一好哈。旁边这小角落放了几尊北星在这边。哇，这个原色看好好看。哇，按三萌。还有吉祥哥说这火牙公每次看到他都很想要摸摸他。说真的，买回去放好看的，真的很好看。
海珠啊！来来来，你在边创啊？迄个，不是啦，你唔是金丝团迄吗？大宅开花啦！无啦，安尼就好啊！大家鼓励！好，系安尼就好啊，你。好来啊！好，来左边先，右边。陆陆续续的那个装布置啊布置当中，然后我们今天提早来给他开箱。安啦安啦，好，大家好，大家。我乐天玉诶，嘛是咱家造卡诶。哈哈哈。我来唱歌，比较唱歌。我来，我来看热闹的。哦，这个真好用。哥，这个也让提登去披萨吗？对啊。有OK。哦，大家都好忙啊。哎呀，我乐开来给你擦好这。哎，真能用这种帅气装饰也是蛮不简单的。还有鬼耶嘞，鬼什么什么嘞？我们还是要认真的介绍一下。哎，这个是我看到真的很酷的东西，很新的一种绣法。毛茸茸的，哇！要再放一个叫前裙哦，好帅哦！我要想做一个吊在我家。哦，我刚第一个看安尼穿。重点看歪歪的。怎么样？你做哪做？你穿一下。穿一下。是吗？系啊，那底下。进喽！进喽！一个微信公公买买。里面这样气氛不错吧？哦，有时候还坐在这个椅子那边闻一下这个香的味道，听着轻音乐，看着我们美丽的新皇宫，哦，气氛感觉好呢。然后上面还放了两个小宫灯，再搭配上我一个超级不专业的讲解，完美。哎，你会讲很强吗？前面很强，很强，哪里有很强？这是很强，喝起来，喝起来。可以帮我烤一下吗？哦，我来烤一下。好了，不对啊。哎呀，你啊，不是啊，啊，蛋永吉做没错啊。一盒的。对，蛋教大家绑穿衣服。哦，教大家穿衣服啦，穿新衣戴新帽。我阿伦在拍影片呐，嘿，大家支持一下，还有少年的一届机会，第一道阿伦订阅起来。哎，这一集没有戴帽子。又没有剪头发，哦，整个很阿杂，而且这一集超不专业，你们要看更不专业的东西吗？拜拜。